三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我没有。哇，它是这种地方藏的那个，然后我要找到路，我怎么知道哪边有路啊？真的超可怕的啦！不小心掉下去，我就成为巨人的食物了。有僵尸，就是把你砍死。这，哇，砍死他了，真的是我死。那个比较大只的那一只，我还是把它杀掉会安全些，不然它好大一只，我怕我滚不过去。但是等一下在巨人上方的时候再用力的。看他掉下去了没？好像下去了，耶！祝福的宝石，好，没问题。拜拜。
这是比较特殊一点。啊，一样了。下去了吗？ 去了，这边每个出口是不是也会藏一些东西啊？哎，我不是把你砍掉了吗？啊！我不是把你砍掉了吗？奇怪。 会爬一只上来，记得你啊！等一下，他们是两只的，他们是两只的。 哇，好惊险啊！哎哎哎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！你不要乱！ 换水，好像下去了。
OK， 走，去前地，看前面还有什么。那基本上是我刚刚进来的路啊，还有两条入口，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。这边感觉是不能走的啊，被那个藤蔓挡住了啊。这边也是啊。我要怎么到楼下嘞？楼下应该是有路的啊，我一定也有办法下去才对。啊，应该是这里。没错，的确是这。往前走吗？哇，我觉得不对耶，我觉得不对，我失败了，我掉了太底下了。在这里，他们应该还是拿我没有辙啊！喂，哦，走这边啦，这样就对了啊！因为那一只，因为那一只弓箭手让我发现正确路了。好恶心！这边有一个拉杆，啊，那个是去对面的路，是鲁大肠，鲁大肠，恐怖的鲁大肠。还有，再来尝一只，法术大肠好像比较还好。到底有多少只啊？好像退后一点就比较不会被他弄到。红标记大使，
然打死没？巨人还没啊，巨人怎么可能打得死？看起来就很强啊，但是先不打咯，超多。这边没有路的话，我就去对面吧。到后，那是劈开用的哦。那我目前还用不到，走过去就要打人，走过去再说吧。目前能不打就不打，这么恐怖的东西。有誓约跟萤火，你不去站哪边啊？这好像是那时候跑步过来的正门，但正门被我推开了。哪边有誓约跟萤火？我没有看到啊。但是我要看到更多的大厂了。嗯，它怎么还会动？啊，会不会这里？超级大力士门。看起来就很重，哦耶！差一点就漏掉你了，不对，如果以我来说的话，他已经被我漏掉了。这个是。女的大厂吗？啊，这是她的头发吗？好长哦。重山之母。罗莎莉亚，我肯定漏掉很多的啊。卤大肠的老板，老板一份卤大肠，谢谢。我不吃大肠，他给我他指头。线上发青舌头，能力重生，外貌重生。我可以恢复我丑样子就对了。我先线上发青舌头看看。只有一个。情谊更加坚定。我就用看外貌重生好了。线上发信，此生还剩下五次，我该用吗？
好，我们试一次好了，看有没有猫的丑样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我献给他，我就不能用了，好吧？为什么会这样丑？它不是可以重置吗？好像杀他家大厂，他都没有意见。大厂还喷了攻击，这是蛆吧？一个舌头能换一次，一周目只能换五次。但是如果我现在后悔我的能力值，我可以给它充值，然后来改善我的能力值的状况。然后我突然想当剑士之类的。买铁兽石可以变回来，是啊，好哦。那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想要来重置一下，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打了。听说剑士比较容易嘛，机关不能动。机关不能动。打王的路必经巨人，虽然好像走不过去。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后面那个平台这边吗？啊，我看到路了，应该是这里吧？这巨人旁边的楼梯。另外一个巨人那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？我要怎么下去比较好？这边也没有提供路给我下去。
我都开传送好了。其他任务，因为我觉得巨人我打不赢啊，很痛哎、欸，被打一下我就要没血了，还要被击倒。好吧，我就打打看吧。既然是一定得打的，就认命的。减慢我，怎么打？里面那只是群王，很多只，跟着他的脚去打就好。群王很多只，好，善女，我要拿到一套新的套装了，不晓得好不好看。这边有一个门，早知道这么容易打，我就来打，吓得要死。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三角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